后就字面上的意思，就是我觉得晕船晕那个不对的，就很像像个一艘贼船一样。对，然后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有一个人很想要感谢，虽然他现在不在现场，就是我前任跟我交往5年的那个。对，因为我现在手上这一支麦克风就是他送我的，而且理由很荒谬，上礼拜有听的人就是知道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幸福肥得太严重，然后胖到50几公斤，然后他就说你如果瘦回来4开头，我就送你一个礼物，然后这支麦克风就是庆祝我减肥成功的礼物这样子。对，就是谢谢他，他做了一个很非常对的投资。对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是跟他分手之后，我才发现就是外面这个世界好险恶，外面到处都是一堆就是很渣很渣的音乐。Yeah.